有这个政策，但是相关配套设施还在做后。那北青哎，五十八跟那一笔完全直接记者讲，阿弟前头海南哦，去做出发不应该在提。但是我那新港讲了两下，我们配合了哈。后面有相关配套设施，有些有些就看不到清楚，所以可能等一下你们也许哦，做东西就帮你做个补充哦。但是我是觉得说，以现在用科学医学方法去分析 ，HN9 真的在整个活禽生宰的市场停了以后。整个疫情就减缓，好、哦，阿弟国我也是一点都不完全病例，但是绝症当期呢，绝症是高危。你那时在交啊，还有那些混交啊，其他的地方，它 HN9 还是可以，在单位还是可以检验出来。那把你高危哈、哦，这候鸟南非哈、哦，另外一种哈，那就是橘色。那这类法条哈、哦，一起下工哦 ，HN9 流感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成立期间，你都要遵循这个法条。那会使啊，开。这个月的会议哦，一般是两礼拜开一遍。今仔个台式是讲，等八月搁开了，就再决定这个法条要停止无。好、哦，但是我就是一个趁机会哈、哦，如果可以有相关的配套措施，我想这是很好的一个措施哇哈、哦。这种活禽生宰卖比单传统级别，哦，因为你环境卫生啊，或啊其他些主要噪音啊，或其实也不是很好。但是如果有近一点的、小型一点的，这不算。